变咗啦，每一幅都系独一无二。大家好，我是 Rachel， 今天我们就来到 Aura Art， 有什么搞作呢？就是来做流体画了。大家看到我桌面上已经有齐颜料和不同的材料，我们即刻开始吧。倒晒颜料就可以将颜料盖上去画板上，之后这个步骤就是流体画的精髓了。就算是很细微的倾斜角度，都会令到最后的作品有所不同的。今次我就揀了粉蓝色系，导师就说不单止是摇晃的角度，就连擠颜料的顺序都会影响最后的作品，不知道我全部擠晒在同一边会怎样呢？感觉我大力啲戳佢咧，出到嚟嘅线条走向会比较迂回曲折啲，系另一种风格嚟噶。呢个就系我内心嘅世界。而最后个石头图案咧，因为形状唔规则，所以咧要用倒上去嘅方式去上色。本身想着粉红色系是会有鹅卵石的感觉啦，点知呢？但当我再加颜料上去的时候，死啦！佢冧晒啊！望到我个叹气样。最后要出动木棒啦，试下勾翻啲纹出嚟。经过咗我多次拯救佢咧。今次終於似翻個流體畫。咁咧，試完呢三款唔同嘅圖案咧，我自己就最滿意 Canvas 呢款啊，第一款。咁點解呢？因為佢望上去嗰個顏色嘅分布咧，就好似一個地圖咁樣啦，我自己覺得係最滿意嘅。咁而實用性嚟講咧，就一定係呢個圓形嘅時鐘款啦，最實用啦。咁因為無論掛喺牆度啦，或者擺喺屋企咧，都可以用到。咁阿 Sir 咧最後都建議大家，如果大家揀色嘅時候揀翻一啲 contrast 大啲嘅色咧，咁個效果會更加好。咁如果大家都想試呢一個流體畫嘅話，就記得 click 下面條 link 報名啦。